他的爸爸很爱他。Good luck. Good luck. Good luck. 亲爱的女儿，这个礼物是给你的，你喜欢吗？哦，谢谢你，爸爸。亲爱的女儿，我愿你永远快乐。不过，亲爱的爸爸，我肚子有些饿了。我很抱歉，我马上给你做饭。可是，一天，他的父亲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妈妈。看，他的后母和他的新姐姐们来了。Helen， 这里看，多么漂亮的房子啊！对，还有许多的水果、苹果、香蕉，哇，我爱死他们。妈妈，你看，还有漂亮的衣服，我喜欢这个。她是你的妹妹，没事 ，Alex， 快去打扫屋给我们做饭。为什么啊？我不是你们的仆人啊。但是从现在，你就是我们的仆人。从那以后，爱丽丝就变成他们的仆人了。他没有屋子住，他没有东西吃，他没有衣服穿，他越来越脏，所以周围的人都叫他灰姑娘。谁啊？是我，我是自王宫的士兵。早上好，女士，这是给你的。他问珍妮好消息，王国教会有个盛大的舞会，王子要选一个姑娘做他的王妃。哇，我将会是王妃。女儿们，快去穿穿你们最最漂亮的衣服，打扮漂亮点。妈妈，我也很想去。就你看看你自己这么脏这么丑，女儿们准备漂亮。妈，我们快走。不，我真的很想去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亲爱的小姑娘，让我来帮你。Bibbidi bobbidi boo。爱丽丝，去舞会跳舞吧。但是你必须要记住，你必须在12点钟前回来，否则一切都会变成原来的。谢谢你，谢谢姐姐。当心点，不要忘记时间。我不会忘记的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参加这次的王宫舞会。我是你们的国王。我是你们的王后。今晚我们的王子会选出一位最漂亮最绚烂的女孩成为他的王妃。请来到中央起舞吧。
以后，你一定是要找的这个姑娘。是的，是你。有什么事吗？遵命的女士，你们家有年轻的小姐吗？一位可爱的女孩在晚会掉了她的鞋子，王子想要找到她。让我试，让我试，这只鞋子是我的。啊，对不起，鞋子太小了，不是你的。是我的，是我的，让我试试。啊，它不是你的，太大了。是我的呢，让我试试。我老天，它不可能是你的，你家还有小姐吗？你好，先生，我可以试一试吗？谢谢。太完美了！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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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！你好，我是王子。等一下，好消息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漂亮的女士。真的，真的是太好了！我在第一时间就会赶到。美丽的姑娘，你就是我要找的公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就是故事的结局。爱丽丝跟最终于找到了她的幸福。爱丽丝和王子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